眼睛是月亮的光芒，柔柔亮亮指引我的方向。大家好，欢迎到白毛毛频道，我是 Emily。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，所以我想做一个蛋糕，谢谢妈妈平常的照顾。今天要做的是千层蛋糕。面粉80克，功课真是恐怖。牛奶250公克，然后把30公克的糖加进来，鸡蛋还有糖搅拌均匀。嘿，搅到糖完全融化。以我的功力，大概可以待5分钟。不过我妈妈呢，2分钟就够了。大概好了，然后把低筋面粉过筛进来，还有一点用刮刀戳进去。1小匙的盐，搅拌均匀。我打 D 字型或是 M 字型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出筋。如果用转圈圈的方式，很快就会出筋了。粘在锅子边缘的面粉很多。不过我觉得呢，转圈圈的方式还是比较好打呀。现在进入 Emily 的疯狂厨房。混合均匀以后，加入250公克的牛奶。好疗愈的声音哦！好，我搅拌好了，我先来融化奶油。我现在要加入20公克的椰奶油，然后我要去烧一壶热开水来融化奶油。还够吗？我觉得我做完可能会很恐怖，所以还是先趁机擦一下。热水烧好了，再融化奶油。刚才切完奶油的，里面有装奶油那个碗，放到热水中，拿出刮刀。妈妈的眼睛是星星的光芒，一闪一闪照亮我的心房。好，揉好了，把它拿起来。哦，啊，好烫！
倒进来。哎呦，这个声音好疗愈，搅拌均匀。好，我搅拌好了，等一下我要来煎饼。不过我翻饼的技术好像不太好，不知道该怎么翻了。先加热它，加热电源打开，调整火力。倒杯牛奶来喝。因为呢，我们 IH 的炉有点锈动，所以呢换成火来。好了，你看我们刚滴了一滴面糊，现在已经在噗滋噗滋，表示它的锅已经热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放一瓢的。不同锅子煎起来的大小会不一样。嗯，那也没办法喽。就结果换我在这边罚站做蛋皮。小孩子不能碰火哟。人家说千层做千层蛋糕就是罚站蛋糕，因为它的时间实在太长了。小孩子不能碰火，所以只能叫大人来做咯。这个配方呢，基本上它很皮可以弄得很薄，口感会很不错，可是它非常难煎。它不好翻面，会让你非常容易失败。好 ，flour， F L O U R， 来了，来了，来吧，我的面粉，小心不要放到锅子哦。好，好了，好了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. 嗯，你没有看我班爱妈妈的频道可丽饼，我又没有手机。啊，那你怎么自己搜寻到这一则？为什么要生气？又是虎形状。大小片是不是都差不多？对啊，即使不裁边，应该很 OK。这样就看不出来哪里掉了。还没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打了。打到不用加糖啊。先打的时候不用加，打到你觉得它已经有点在发的时候，再加第一次，再加第二次，再加第三次，我们总共加三次，很重吧？你可以吗？啊，五十七。没关系吧，甜一点而已啦。甜一点就是胖的来源，没关系。好，孩子多吃一点，孩子多吃一点。好了，五十七吧，记住是五十七哦。那有插电吗？有啊，不能，我插不上。你搞笑了你？没有插。好。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帮我倒糖就好，因为这个太重，你可能吃不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然后每个宽度都差不多，你 OK 吗？这样太薄了，太薄了。没关系，我都现在需要这一片面饼吧。好，然后下面有贴纸。
要都是对于自己。不知道会不会融化、欸？不会，因为你饼皮已经凉了。如果你饼皮现在是热的，那你的奶油就非常容易融化。如何 ？Very good。哇，好美耶！我可不可以吃一颗？可以吗？吃吧。Please。今天的千层蛋糕完成。母亲节快乐！吃上你的蛋糕。谢谢。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个蛋糕，我非常开心。妈，这是轩做的。送给你，母亲节快乐！我喜欢你有甜美的笑容，耶，甜美的笑容，这个甜美的笑容，甜美的，这个甜美的笑容，哇，这样很好。再一个，低头一点点，来看我啊，再一次。好，很好。